由民间乡一丁上苏民间的地龙所组成的南投县工艺地文化研究协会，伫当日即天透过正式个隆重的传统地业祭奠祭后仪式，要向寿天宫的地业工报告协会正式成立。在其当中，协会成员阁特别厝内寿天宫附近真有名的龙泉水，并且以龙井木炭来将水献予军，代表祭拜水将军以及火将军。随后，并由寿天宫地业工所指定的三位地将员来泡茶奉茶，这精心安排一连串的仪式，除了是要祭神祈福，主办单位也希望选用南投县工艺地文化研究协会，要将民间地业发扬光大决心。所以咱今日出水甲起火时有拜水将军甲火将军，啊了后咱就用茶状元泡茶，泡茶就是敬帝王吼，先天上帝是帝王，所以讲咱用茶状元敬茶来奉茶吼，希望咱的茶叶啊个茶叶文化会当发扬光大。在这殿当中有一对少年家的担任地将员的重要工作，不管是泡茶也是奉茶，优雅稳重的态度特别使人注意。虽然伊是受到爸爸，也就是协会召集人陈金昌的影响来接触地界文化，但接触了后，也深深感受到爱发扬民间地界的重要使命感。其实没有太多复杂的心情，就只是用一个很虔诚的心情，然后想要去做，就是一个茶艺表演，然后只用一个很虔诚的心去做敬茶的动作。那这对我们茶叶文化有没有什么帮助？其实帮助很大，因为像这样透过媒体的宣传啊，然后整个活动的过程就可以达到就是一个宣扬的效果。对对对，对产业文化。除了有地将官，会中也安排地神路来泡茶，和现场的民众品尝。一连串的地业祭奠祭福活动，也拍响了南投县工艺地文化研究协会好名声。记者金凤山采访报道。